当然，紧急的状况之下，我们南部各大县市的这个首长，赶快吓死了，赶快宣布临时放假，从5点、6点一直宣布到7点都放假。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风雨真的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更大。那现在为止来说，当然紧接下来他到澎湖去，澎湖啊，他们说这个大概是之前韦恩台风等级是已经土石流，这个土石流松软，就因为最近风一吹之后，整个土石流就往下这个松动的这个状况。目前为止，南投这当地已经出现了这个台四四甲线这个地方已经出现到这个所谓道路中断的这个情形了，整个土石崩塌下来。对，所以呢，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影响是相当大。那当然，对于澎湖啦，或是金门影响也非常巨大。澎湖宝杰，我们跟大家讲，这是澎湖。澎湖来说的话，从昨天晚上开始感受到，他们就他那个红台位整个扫进去，从关渡这个缺口整个扫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双北跟桃园完全没有任何的遮蔽，所以呢，整个风跟雨就这样灌进来了。西北台这个温妮台风它进来之前，大家双北完全没有警觉性，大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而且它也是双眼台。对，什么叫双眼台啊？就眼睛的外面又有一圈眼睛啊，所以叫双眼台。大家认为说结构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扎实嘛，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嘛，所以呢，马照跑，舞照跳，电影照看，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就它扫进来了以后，各位从来没有想到在双北都会区发生的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汐止的林肯大郡，它的挡堵。整个宝杰，那这个整个船，这个船是啥？它不是故意放在这个地方，它是被整个吹起来，你看吹到那个地方，你看吹到路上，对，旁边都是非常多的这个漂流木，你看这整个船都被吹到路上，你可以想象吗？这船被吹到这个马路啊，这是马路哎，马路就吹到这个地方来，而且不是一艘船，对，是很多艘船，你没有固定好，那被风浪一吹的话，全部都吹到岸上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澎湖跟这个金门之外，宝杰让。台东也是一样，我们的东台湾，台东因为台东下了非常大的雨之后，宝杰，我们先跟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看了我真的非常害怕，因为台东我还蛮常去的，这是卑南溪，卑南溪原本的河流是这个样子，就现在不好意思，你会觉得是海一样，完全好像大海一样，这整个完全慢，你看这到底这至少2-3公尺，3-4公尺，像一个人，你看人在这个地方，对，你看现在完全都不见了，你就知道这个水量是有多高。完全水量就漫出来，这个整个路也不见了。它本来应该有河道的，对，它的河道完全看不到了。河道是50公尺，现在已经变成500公尺这样冲过来，而且这个水量是相当的巨大。那你知道是，那你就知道山上到底雨下了多大一个状况。甚至还有山区的地方，你用土石流，那甚至你开到这个路边，哇，这个根本就好像变成是个瀑布一样，这样整个水冲刷下来，冲刷下来的一个状况。你说这是台东？对，那甚至还有这个南投，南投很多山区来说，现在土石坍方一大堆，很多路也都因此而中断，甚至很多便桥就没办法。它原本的便桥还有了，但是因为水太多了，这个水里的这个便桥就完全，这个河这个东浦溪这个地方的水完全漫过来之后，把这个便桥完全都冲毁了一个情形。所以现在整个我们山区的这个雨量一直下，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不要轻忽，这水到了岸，再到了这个所谓的平地之后，恐怕也会造成灾害。好，朋友，今天南台湾的所有的县市都在。全部都绷紧了神经。现在黄伟哲5点半左右已经开始用脸书说今天请班停课。我们看到了高雄的这个成绩班6点钟赶快宣布停班停课。嘉义7点宣布也不算晚，7点宣布就被骂翻了。为什么呢？同朋友看，这是台南鹿耳门。同朋友看这些电线杆，一排它不是一根哦，对，一排都没了。看到我们看到都路树也不是一个路树没有。一排路树全倒了。宝杰，为什么黄伟哲他们会赶快宣布停班停课？因为第一个，他晚上一定接到非常多的这个跟他报告灾损。这在什么？在鹿耳门。鹿耳门他说，报告市长，这个我们的电线杆被吹坏了。哈，那几根电线一排都没了。几根电线杆？不好意思，是一排。你看一整排，我们至少看到就是1、2、3、4、5、6、7、8七根左右，完全这样吹倒。你就知道市里面，哇，夜市的轻钢架，哇，乐视我就被吹了一塌糊涂，你看不准，这是夜市，你看。这个整个夜市里面的摊贩，你看已经被吹成什么样子，你就知道说变废墟了。当时的风到底有多大？那不只是这个凯旋夜市，青年夜市也是这样，到处都是这样。那甚至还有这个也算是这个七星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露营区。对，露营区它主打说是这个海景第一排，就没想到这个海景第一排在这一次完全变成是灾难第一排，还磅礴都烂掉了。你知道吗？这个。风盘就所谓藏营部其实也是非常韧性非常大，就没想到这样吹这样拉扯之后，完全就整个被弄破了一个状况。你就说这一次的风雨的确
白天大家可能觉得说啊，这读书人又没有什么样，但是没想到晚上到凌晨的时候，哇，这整个转墙的时候，让大家完全吓傻了一个情形。而且现在这个否则的海水灌进来的时候，搞不好会让我们的水库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这有些人福建人就说，这是史上第二大登陆福建的台风。所以这一次是会不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密切观察。好，瑞德，刚刚这一次的台风除了对我。